今天又是晴天。海上出彩虹。你回来了，我跟大姐去聊一会儿。赶快赶快，早餐都凉了。啊，太好了！刚才是服务生送进来了吗？是。哇，太棒！你给小费了没？给了。给了哈，好好，来来来，吃早餐喽。来，开动吧，别凉了。来，给你倒啊。你喝豆浆还是喝咖啡？我喝咖啡。待会我们去运动一下，可以少吃一点。对，又怕饿了，昨天玩太迟。好吧，喝点咖啡来。嗯，公婆那个要加那个盐跟黑胡椒。哎，你喝点豆浆吧，顺便。嗯，好吃。看，这太太多舒服。嗯，不用早晨做饭。这样我们显得生活很优雅。这都不是我们生活的真相。你说早晨起来烟熏火燎的，你还优雅到哪里去？还敢上班？对啊，只有送到我桌子前面这样子，这才是你才能优雅的起来。所以我给你削个梨子啊。你先吃点东西。我吃的呢，但是我这个都不是太适合我吃。你今天那么多果汁你都没点啊。我怕你喝了太冰。这个船的服务我们第一天刚才跟大姐在聊，她说怎么样，我说很好啊。她昨天跑哪去了？哦，她给我发信息，她有回，她打桥牌。她有回，但是我没那个。因为你没收到啊。对呀，我没收到。啊，这一小杯豆浆好精致。尝一下味道怎么样？你这糖都准备好了，你要不要加糖？你先尝一下。不用加糖了，已经味道很好了。不是那种意义上，有点像豆奶，它实际上是豆奶。啊。是。它叫 soy milk。我们把这，你看看现在，哇，先开门，往一半就发现彩虹更漂亮了，哎，有点三条彩虹，哎，太好看了。在九楼啊，九楼健身中心去看一下啊，啊，陪乔爷去运动一下啊，吃饱了要运动，吃饱了撑的。哎，我也有建议我们啊。你要订酒的话，你要不要一杯一杯订，很贵的，要一瓶一瓶订完放在那里。这几天正好大姐一块吃饭的时候也有点酒。SPA 在那边，还有 SPA 啊，在那，是他们早上在这里吃早餐。你先要扶着啊，船有点摇。得吃早餐，如果你想待会儿你运动完再来吃一点，好吧，你早餐先少吃一点。这个还有咸鸭蛋吗？有鸭蛋。啊，你健身房。我今天水壶忘记带下来了。不是，有点多，我直接就没关系。要打一壶水啊。我这不是来健身的，我这穿着拖鞋怎么来这？那要在健身。
游泳，这里还有一个室内游泳池。嗯。昨天那个是。嗯，昨天那个是室外游泳池，知道。就像那个沙滩冲浪一样。这是温水吗？应该是。是健身房。来来来，这运动。先吃一点运动。对呀、啊，明天跟大姐一块儿吃个早餐。对。对，去骑个自行车。去。他们这个还可以看游戏。对。出点汗。来瞧，嘿，差不多，我停了。Do you have children? I have a daughter. A daughter? Only daughter. Six. Yes, and I've been in Beijing, Peking, we say Beijing, Shanghai. Shanghai, we have been, yes. For my business, but I'm retired. But, yes. And my son? American. Oh, yeah, yeah, yeah. American. Mm-hmm, yeah. They own. It's like an island country. Yes.我们现在来定一下过两天的旅程。不是，是那个西式的煎饼。Thank you。我去做了一个他现煎的 omelette。好。奥美的，然后我拿一个苹果啊，每天要吃一个苹果。我跟你要了一杯橘子汁儿，橘子汁儿。啊，橘子汁儿，好好好。有 cheese， 嗯，要不要去弄个再吃？加点自己加盐黑胡椒。哇，有点晃。哇，房间收拾好嘞，还搞了一个好可爱，还帮我衣服都折了。你看他居然帮我衣服都折了，你看多贴心啊！哎呀，这个小兔子好可爱哦。嗯，都整理好了。这是明天点早餐的菜单，我明天还是给他点到房间里来，因为明天要经过一个景点。今天早上吃完早饭，我们去锻炼了，然后把下步要定的行程也定了，就陆地上的行程。对，要下船陆地的行程定。下面我们今天都是在船上，我们去船上去探险探险。你现在要想好你要去甲板上，如果你要去甲板上，那你就要穿衣服，我觉得还是在舱内吧，因为舱内因为现在都是汪洋大海，啥都看不见。太平洋。太平洋，对，这是太平洋，而且今天浪大，外面冷。现在我们去船上的商店逛一逛啊，看看有卖什么。有路易斯威登，有 LV 的。哦，这里还有早餐呢。
包包，给你买个包包。对。这个包包。香奈。这香奈。哦。这是包包多少钱？你看一下。1550。1550加币。便宜还是美元？美元，美元，1550美元。这是 T 恤，两件40美元，还可以。这也有包包，就这个 Cruise 的包包。这什么？包包。这也是包包，300多美元。包包感觉这是生活必需品。这个背包还蛮好的，Gucci的。哇，这个衣服怎么样？这衣服其实旅行穿挺舒服，阿拉斯加，啊，挺柔软舒服。烟，这烟这是什么？万宝路，50块加美元。万宝路，在这里烟酒免税的。爱尔兰威士忌多少钱？轩尼斯，轩尼斯没标价格，这些都不贵，2个120。这个，这里，这个嘛，全体逛啊，啊，出去吧，出去一下。衣服没穿，就一下推出去。这里呢就能到外面。这是荣誉室。嗯，荣誉室。而外面呢，哦，自动开门。哦，就在这里跑步，应该是在这个甲板上走路跑步，可以在这里跑。早晨这里空气特别好。三楼。对，三楼每楼都有，其实。顶楼也有，就是有一个外围的在这跑。哎呀，在这走路。是吧？到前面。对，就是可以看到海，大家有可以等于啊徒步，走走路 ，hiking 一样。哎呀，不行，太冷了，我们 stop only， 我们要进去了。要进去了。这船是我觉得蛮快的，这个呼呼的往后走。对呀、啊。有一个受害者。天哪，好冷啊，要一圈呀、啊。这里不冷啊？这里不冷，这有太阳。哦，那个船尾。在船尾的部分，这个阳光太阳，虾龙给它放下去，虾龙、螃蟹龙都放下去，我们回来再把它拉走。先逃进来再说，太冷了。哎，我们现在这是可以跟你照相哈。啊，这现在到二楼，二楼是什么呀？我也不晓得。哦，今天这是刚才那个插花的那个上课的地方。看一下。来看上课。大屏幕可是很清楚。珠宝。啊，我对珠宝不太感兴趣。我过敏。你对珠宝过敏，对钻石会过敏，会痒。
你就带土金的就行了，金戒指。红斑。然后我们去买一个结婚戒指嘛。对金也是会起泡泡的。二楼这里是什么？也是一个泡。我算起来有十几个的酒吧跟餐馆，然后，大概有多少个付费的，有多少个是免费的，有不少哈，自己要搞清楚一下。啊，摆 bingo。啊，这可以在这里品酒啊，品酒的一个角落可以坐。你看它这个酒里面还有 cinnamon。就站在这里面，嗯，那边也是餐厅吗？是，反正我就觉得这个到处都是餐厅，跟那个酒吧，想怎么吃怎么吃。对，这里轮这艘轮船就坐游艇的，坐游轮的这个老人家比较多。今天晚上我们要到这家来吃。嗯，我们订了 specialty 海鲜。你到这个船不吃海鲜能行？盘子上画的都是龙虾，龙虾纹的盘子。来，我们到不知道是不是青花的到窗户那里坐坐啊、哦。这里有个吧台，可以喝酒。然后我们请你到窗户这坐坐来，这亮一点。坐一下看看海，这里还可以插电脑的做事情。 USB 其实在船上你要多活动，你要躺着你头会晕的。真的晕啊，船摇晃的厉害，所以我们就还是到处走走看看啊，多消化多吃饭。对，你这样我们到十楼啊，你看他这里的电梯擦的就连地板都拼命的擦，非常的干净。好，在这里呢可以可以吃东西。哇，这里好多人，你闻到那个水的味道。我们往下面走，在这里游泳，室内游泳池啊，这里室内游泳池，嗯，又是。这边啊，夏天真的是可以打开的，可以打开的哈。你看它那边有那个机械的东西，可以哦，开着就变成露天了。对，关起来就是室内啊。这里呢，随便的甜点你都能拿，就是你可以吃点小点心。哎，这个 pudding 要不要吃点甜品？好啊，你来一点。要一个 car， 要一个 pudding， 有个也行。好，现在逛累了，可以吃点小点心。太平洋上面吃点心。说不定如果是周围出现鲸鱼，你还可以看得到啊。嗯。我冰冻了。乔，我跟乔夫今天中午要去正餐厅吃午饭，本来可以自助餐厅，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正好有闲有空，我们就稍微清楚一下，穿清楚一下去正餐厅吃。因为如果你没空，其实自助餐厅也很方便，什么都有，不赶时间、啊、对。但哇，空姐怎么跑我房间来了？先生有请。哇，走走走走走走走，我这 VIP 坐头等舱了。我们去吃饭啊。在这里呢，如果说今天没有到陆地上哈、嗯、这个活动，那基本上就是在船上就是吃。所以我今天晚上的正装啊、嗯、要把那个瘦的旗袍先穿，过两天估计就是穿不了。所以要上健身房吗？每天早晨一定要上健身房去跑一跑。
我明天也跟你去跑。哦，你跑得动哈。Thank you, Captain. The student wanted to know if you'd like to hear the announcements in your stateroom. Simply turn the TV. Much.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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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No. Yes, chicken and waffle. Chicken and waffle. Yeah. And pistachio. Just vanilla. Vanilla. Vanilla, please. Vanilla. Yeah. 哇，乔夫的 taco。我觉得你也品尝一个，可以待会儿。这是墨西哥 street taco， 就街边的那种街头小吃啊。这个是墨西哥 street taco， 街头小吃。应该是牛肉吧？嗯嗯。嗯，怎么？船应该有2000多人，这么大的客人，这么大的客人量，他能够做到摆盘这么精致，这个后厨的力量是有多强大？服务人员无数，我都觉得。Chicken and waffle. It's hot plates. Thank you. Okay.是 quinoa 包，里面有鸡肉。这是特别适合我，我好甜的，这个咸的，甜甜配合。炸鸡有点像盐酥鸡。这我好是先烤的。嗯。吃了炸鸡，好吃吗？好吃。量不大是最好，我的 cheesecake。服务人员收拾这个盆碟啊，就轻手轻脚，从从容容，不急不慢。你像有的餐馆吃完叮叮咣啷的收拾，你都会有压迫感。还有，因为它整个的旅程，它没有一种压迫感，没有让你赶啊、追啊，哈，你就从从容容，一站一站的走，充分体验一点，让你彻底放松。对，就是可以去休息一下。每天你到门口，他会给你一个明天的行程。哇，去甲板上。太平洋的海风。我们外面冷，不用去外面。你就是在房间的电视里就看到，他可以看到船头的情况，他是实时录像录下来的。你看我们现在船在行驶，外面天气特别好，你在船上看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呢，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位置哈，我们船的位置，大概开了将近20个小时，黄黄那条线，对，从温哥华开到这个地方，然后也要开到明天大概这个小时就到 Juno。 对，这里有写 Juno 明天是1点，大家上船时间是晚上9点 回来的时间。对，然后明天是9号，10号也下船。嗯，10号到 Skyway 的话是7点半下去，7点钟到。哦，那我们是要去那个嘛，我们要坐火车到 Skyway，然后回船时间是晚上7点半。嗯，我在搜索鲸鱼。哎，
这个太平洋真是比较广大，这个湖很大个。你不讲池子很大个，这个池塘很大，没有边儿，没有沿儿。躺着，从这个角度看，这个地球是不是好像有点圆啊？是平的，有点圆。要拿太阳镜的带进来。太阳镜呢？今天晚上是正装晚餐，在正餐厅里面会有非常多的很好的美食，但是我们今天晚上凑巧我们订了一个需要付费的 specialty 的餐厅，这一艘船还有一次正装晚餐，下一次我带他们。说吧，这洋玩意儿，新郎官样的。先生有请。哦，小姐，你邀请我跳舞去吗？请你去放饭。哦，我们现在去吃饭。Specialty 的餐厅，今天去尝一下什么风味啊？地中海风味。海鲜。海鲜餐。大家今天都穿得很漂亮，西装，好多，好漂亮。我们要拍一下，你看，是不是？人家这有什么？全部都是这么漂亮。Thank you. My name is Kathleen. I will be your hostess for tonight. Hi. I'm Antonio Nishant, and I'm going to look after you. So he will be here and explain everything. Okay. Actually, you guys. Nice meeting you too. Enjoy your dinner. Just mention the fish. Yeah, halibut and makemake fish. Yeah, all the way. Yes. You can have fried pan, grill. Yes. Any choice. And you have the appetizers also? All these appetizers. You have the appetizers, one main course. It's a big souffle. Sure. Yes. Big souffle. Yeah. Yeah. OK. 谢谢。一个小开胃菜，这小小的特别好，因为尝到味道量也不会很大，对吧？嗯。这个要。You want the French French baguette?And this one goes with the bread as well. In the middle we have the pesto sauce, ratatouille, butter with goat cheese, double pepper, green olive. Anchovies, this one is black olive mixed with pepper, anchovies, garlic, blended with olive oil.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你把这个掰开来，蒸着这些吃。这有凤尾鱼、橄榄。
今天呢，今天我们是躲在一个地方，不看那么多漂亮的美女，好多。等下一次，下一次我们去正餐厅。今天我们躲在一个地方，清静一点。今天这里反正人不那么多。嗯，对，不要那么多人。Thank you. Thank you.再来，再来。我感觉现在柠檬味道应该更好。那就是你装，是因为你平时太不装，所以你觉得被束缚。那你平时觉得这就是该这样，那你不会装。但是说实在，现代社会的越来越自由了，就偶尔这样一两下装，你觉得很痛快，就很像摁你一下，让你动一下，就很像很痒。我另外一个方面，你说这个没有机会。让你展示。So beautiful. 哦。这个龙虾饭，我有。Before, is it candle? This is mango flavor. Okay. Vanilla liquor, passion fruit, and strawberry.啊、这是我们的甜点长得跟树似的。You can share. That's a large one. Enjoy. Thank you. 哎，我们获得一个通知 ，important notice。哦，我知道，你打开看看，这是我们要去那个淘金的，我们要去坐火车淘金的那个路线，去分金子的同时，对，看看怎么集合，到时候哈。嗯，好的，太好了，我们又收到一个通知。